按下去，抹过去，顺势兜上去以后，带过来，长横中间细，两头略微下垂，逆势回来，压下来，起笔下来以后，稍微兜一下，加上粗细，婉转的带上去，带上去以后，顺势再点这个点，四，支，支，点一下。带动，它这个字有点小，带过来，用力划上去，再用力加粗细，靠得很近，再细细捺，稍微，它这个捺倒是有点短，比一般正常的还短。直，猪，点，带动过来，滑动过去，滑，滑。点，带过来，按上去，带上去，逆上去，滑下来，剩下这个厚实一点，这两个是要把字撑住，所以看起来蛮厚的。点，点，住。翼，翼刷下来，带上去，比较厚实。起笔刷下来，变细，扭下来，再折，刷下来，捞上去，圆进，然后从前面一点撇出来，送出，再点，稍微晃动一下，拉下来，拉尖，翼，接。按下去，哦，好厚的笔画，兜出来，这也是好厚。扭上去以后，对着弹上去，起笔划过来以后，记得折过来，带一下。接，它这前面有起笔动作是这样，代表从这边带捞过来的。过来，起笔，这里写的非常的方硬，目的应该是想把字稳稳的撑住。接。气，这个点是要流动的，不然就不是一个点。带动下来，逆上去，直下来，滑过去，捞出去以后翻上去，气，鱼，起笔划，略划一点。起笔方硬，后面稍微写下来。鱼加上捞上去，要加一点粗细，往右下角稍微翻过来。成，起来，滑动，圆进姿势，把笔勾起来。勾起来以后，逆势上去以后加粗细，到最后非常的长以后再捞上去，捞上去通常是先写这一撇，撇起来以后再点收势。用力按，方方的，中间的间隙非常的小，白的比较少，黑的比较多。哎呀，抹到后面来，哦，撇记得要送到底啊！一般人写撇都是甩出去就不理他了，哦，就是一甩出去就失控了。其实笔接到的意思就是要送到这尾端末刀末梢，故，然后这个降低一点哈，通常很多字都不是左右对齐的。啊，这样就有错落感。那右边支柱比较粗一点，横画虽然短促，但是有点饱满，还是不适合给它随便乱写。有时候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别人都看到了啊。故，